苏慧花进哈，已经迈入第八年哈。啊，当然前六年在我们的南七公园哈，啊，去年啊特别医师到我们啊西区啊运动公园来哈。啊，足感谢啊咱姚庭信姚理长啊以及社区发展协会哈，也协助哈。啊，古古年办个有声有色哈。啊，现在选择到我们的啊西区运动公园来了，因为最主要哈，加诶地理环境哈，包括交通比较便利哈。 啊，大家在中山高再来的那里啊东西向沿埔路下来之后，直接到我们的蜀葵花田哦。啊，当然距离安尼是啊市区很近哦。啊，当然足感谢咱的啊尤立新尤里长。啊，今年哦是为咱的啊3月26号啊，再过几天咱就即将开园要开幕哦，一直到我们的5月1号哦。啊，当然在开园当天哦，啊，迄天有咱的市集，包括咱有摸彩活动哦。 啊，当然啊，欢迎啊各位乡亲、各位啊好朋友啊，拿2张3月4月份的发票啊，到现场来可以啊折换我们的啊摸彩券，啊奖品非常丰富哦。一个热情哈、哦。那刚刚这个市长有讲哈、哦，可以来藤山，可以来这个美食，可以来看蜀葵花，5月接着童话季。那我要讲一下哈、哦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个琉璃仙境，还有我们的白果山园地哈、哦。 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这个3月份，哎，四个花月哈，那彰化县也还有木棉花，那木棉花之外，我们还有这个阴阳八卦，那来看老鹰也是在这个时候哈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现在的黄蜂花蜂林木也很盛开。那二水的花旗木都有，所以你来到彰化，除了园林地区好的玩一玩，我们彰化周遭还有很多美的地方可以让大家这个赏心悦目、心情快乐。200块钱以下的都拿来这边捐，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哈。那一样在彰化县内消费200块钱，那一样哈可以参加摸彩。我跟大家报告哈。 原本都很担心，不知道有没有50亿哈，现在已经突破71亿了哈，所以确定我们4月12号是摸彩2间房子、电动机车30台、6000个现金奖之外，再加2万块钱50个，还没上传的快点上传。4月12号这一波是在4月7号晚上就会截止收件哈，那剩下就放到第三波。 我原来基本上来啦，啊，大家来，我是这个回来，啊，而且呢哦，要甲各位报告的讲，我来，啊，咱大埔里呢，因为就是有这个沿埔路开了，我阮大埔呢有开始有发的。